没有没有。OK， 那我们就来挑战了。另外一脚跳，跳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脚合起来。来换你做一次，手撑着，看肚子哦，跳过去。哇，你还可以扶着帽子。海边体操之谁来挑战？哎哎，那边好像有一个正妹哦，看一下看一下，那边有个正妹，对对，来，我们去问他，看他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。好，那出发，去问。来，我们再做一个就是体操的动作挑战，你知道体操吗？好，对啊，那你愿意帮我们做一个挑战？就是我们会做一些倒立啊，但我会保护你，就是不会让你受伤。倒立啊，然后一些简单的滚翻，倒立啊，然后前滚翻那种，后滚翻都是很简单的，不会危险。就是你愿意挑战一下，试看看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。OK， 那我们就来挑战脑秀。我的动作里面会有倒立。然后跟前空翻，好，先不要紧张，就是我等下都会用保护的方式，就不会让你自己去这样摔，好，不会受伤了。OK， 那等一下我们先从倒立开始，好，从倒立开始，来，手先撑着，可以哈，来，手撑这边，对对，那、啊、你感受一下手腕有没有在用力，哦，你的手腕会不会用力到 ？OK， 来，先前后脚，先前后脚。好了，一只脚给我，一脚给我，对，好来，另外一脚跳，跳，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，脚合起来，好，手腕有用力的感觉吗？有啊，有哈，好，去抓地板，哎、欸，厉害哦，这个能力还不错，好 ，OK， 可以下来了，对，好，那我们刚有问他，很清楚知道他手腕是有在用力的，所以在这个沙滩上，你在做的时候就可以练到手腕去控制的这个感觉，有吗？有控制的。有在用力，就是会前后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就代表这个倒立是成功的，可以练的。哎、欸，状况也还不错。好来，好，那我们就挑战下一个动作 ，Go！ 我待会这个高高的山丘哈，维勒山丘，我叫它维勒山丘，它会是你的落地垫。好，它是软的，因为我帮你用高，所以它会比较软一点，所以不用担心会摔到。害怕？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可怕。好，有我在，不要怕。好，来，我们后退一点。来，我们先手撑地上。害羞了。手撑地上。然后我们要先做一个前滚翻，让你会滚，待会才好做。我们要做前空翻。这下我们要一起滚。对，一起滚，一起滚，手撑着，然后头先下去，看肚子的时候，两只脚一起跳。来，换你做一次，手撑着，看肚子的时候跳过去。哇，你还可以扶着帽子，蛮厉害的哦。啊，小时候很常滚，是不是？哦，小时候都是侧滚，那 OK 啦，蛮类似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前空翻了。你现在是因为我刚刚看你的状态是应该还 OK 啦，为什么会滚？好，那我们就要进入维勒山丘前空翻，开始。好，我会先做一次给你看。好，我们刚已经会滚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试着稍微跳大力一点。等一下你只要有跳起来，然后手去抓你的膝盖，让它翻过去，上过都按住。啊，我一样会站旁边帮你做一个保护。好，先看一次哦。双手举高，放耳朵，跳出去之后抓膝盖，举高放耳朵，跳出去抓膝盖。哦。好，你在空中这一段时间是飞起来的，好，没有像刚刚是用滚。它会飞高，但就是前空翻。前空翻，简单的教学，现在不会给你太难。好，我现在再把你的维勒山丘扶起来，好，让它软一点。OK， 那待会就换你做看看了。我可以堆高一点。可以，帮你堆高一点。不会痛的，不会痛的。对，我刚刚摔都不会痛。会痛怎么办？会痛就，等一下请你喝海水。好，来，你先站这边。来，你帽子要拿掉吗？不要。不要啊。好，来，手放耳朵。好，蹲低一点，蹲低一点。好，你不用蹲那么低，要半蹲就好。好，先试一次跳起来，然后拍膝盖。跳起来。对，轻轻的跳，跳拍，这样，跳拍。
下拍。对。好，刚刚那个地上那个滚，前滚翻还记得吗？好，往前滚，所以跳起来要去抓膝盖的同时，眼睛看住。怕我这边会扶你。所以我用背摸地。对，要让你的背先下去就好，其他位置不用下去。好可怕哎！好来，准备了。好，你再往前站一点，你这样会太远。好，这里，对，好来，要做了啊、哦！提高。确定？对，我会扶你，我会扶你。这样你要被我压到吗？不会，我会被你压到。来，一、二、来，抱膝盖，对，很好。这样算挑战成功吗？好，还不错，就这个感觉，慢慢跳高一点就会变成前空翻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都是先简单的带过，让你挑战一下，这样就好。OK， 不错。好 ，OK， 我们要挑战第三个动作就是后滚翻。后滚翻刚刚我讲过，因为海水的关系，把沙滩刚好冲成一个斜坡，所以让我们在滚的时候，这个动力会很自然的加出来。好，那你准备好了？还没，不行。要挑战，我们已经开始了，不行，做一半了。好，来，快点。好，我们先过来这边。来，你先背向海。好，手放你的耳朵，对，举高放耳朵，然后蹲下来。好，蹲下来，等一下你就直接躺下去。之后，你刚刚前滚怎么滚？就是收紧，对不对？把你的脚收紧。后滚也是收紧。这里啊，不会啦，等他退下去是吧？好，你前进两步。OK， 好，这边你现在一样是在斜坡上哦，躺下去，手放耳朵，然后我会把你推过去，你感受一下这个动力。OK， 来，准备，好，躺下去，手放耳朵，哇，哎，车背动力特别大，对不对？动力很大。所以我根本就不用推你，就可以自己过去，而且还停不下来。对，所以后滚翻好练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，这个挑战也成功了。那我们就挑战最后一个动作 ，Go！ 我们的最后一个挑战叫做前手翻。好，待会小兵小姐会从那个斜坡上面冲下来，冲下来是一个加速。加速下来之后，我们等一下会站在下面那边，我一样会扶你。那你的手撑下去之后，脚用力踢，好，脚用力踢，这样过去就好。好，但是你不可以闪我，你闪我就会自己过。好，我一样会扶你，所以你要让靠近我一点才扶得到你。我已经相当安全了。安全的，因为你摔到水里面也不会怎么样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可以开始了吗 ？OK， 走啦。来，坐了。好，准备。等一下，下一波很大。好 ，Go！ 哇！哇！挑战成功。其实我抓蛮大力的，但是你看你在坐的时候会痛吗？不会啊，因为是海水上面，所以落的时候其实 OK 啦，算蛮安全的。一到下来，脚去微弯，好落地就会很安全，所以不用担心会怎么摔，摔了也没有关系，不会受伤。OK， 那今天的挑战四个动作：倒立、前空翻、后滚翻跟前手翻。好，你来海边的时候就可以。玩这些动作，当然还有其他动作可以练，但是一样提醒就是要注意安全。那我们今天的挑战非常成功，我们谢谢我们的小兵小姐，谢谢，很棒。那之后如果你更有兴趣的话，还有想学一些其他动作的话，也可以找我。那我们宝宝可以互相加个 line， OK 吗？不要，好。好吧。感谢啊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艾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